我媳妇当年在学校呢，都没人能看上她，放个女子娃面子上多少一点自卑。不过我媳妇灵得很，悄悄给我掏了50块钱，叫我家长去追求她。结果我一追就追上了，哎呦我的妈，上当了，给我下套的，这还全校都知道我追她。没办法，我俩好了，都怪我当时单纯懵懂，又桥都吃开。不忍心背负无情无义、拈花惹草、朝三暮四、四乱争气，还有渣男的骂名，被他坑蒙拐骗以后占有到今天。哎呀，50块钱，我的青春！谁叫我那个时候穷呀？记得有一次，俺悄悄的给个食板里装了一袋干吃面，里面我调料包，我夹馍吃了3天。当时我这心呀，多少有点感动。再回头一想啊，娶个我爱的不是娶个爱我的。算球，这辈子都交代到这儿了，话都这大了，我还能咋办？